想要去超市买早餐。他们都可以自由的走动，真羡慕。就这一条吗？我们搭乘9:15的车，比昨天至少降个5度有哎。我们买了到上湖的来回船票。Geht man um die 10-12 Stunden. Man müsste über 6 Kunst-Eisbahn der Welt fahren. 1968 gab es etwa so eine zusätzliche 30 Stunden.
参观完教堂后，我们在周围附近走走逛逛。往下一站前进，走在阿尔卑斯群山脚下，真的觉得自己如此的渺小。今天的温度应该只有13-14度，而且又下雨，所以出来一定要带雨具。这里的空气真的非常非常的新鲜，好像世外桃源的感觉。环境就是非常的干净，非常漂亮。Hello， 我们在国王湖。这里下雨，对啊，好吧，继续再向前走。今天下雨天，如果今天不要下雨更好，就不用穿雨衣，抱紧紧，而且温度应该会好一些，有点可惜，但也不错啦，可以欣赏到云雾飘渺的感觉。下雨天也是有下雨天旅行的感觉。你怎么改呢？好漂亮，我要被山包围的感觉。
在就是回程，走回去刚刚搭船的地方，再搭公车回去萨尔斯堡。因为我们晚上我们要去住慕尼黑，所以等一下要移电了。每两三天要移电一次，其实蛮累的。还想再感受一下这里的美好。可惜我们只能短暂停留。拜拜，国王湖。稍微逛逛商店街。买了张明信片，我想要这件事。快速走去领行李。我们前往慕尼黑也是使用同一张包票。晚上七点多，天还是很亮。慕尼黑中央车站蛮大的，有很多商店。今天是住603号房，就是小小的一间，就进来有一股味道。看一下那厕所，闷闷的味道，可是已经算不错了啦，因为这一晚也差平均一个人800多块，在慕尼黑真的算便宜了。旁边可以充电，它有附电风扇耶，电话，还有热水壶，它还有副吹风机。喜欢我们。